这样子的状况，有可能是我们台海战争真实的状况吗？我们会真的会遇到这样子的当然会啊，当然这个是一定可能会遇而且这还是到比较低阶版的，我们的。还会遇到更多不同的。没有，对，就这有很多不同的剧本。那我们在看这样子的一个演习的时候，你不能把这个演习拿来套在将来你会遇到的身战争上上。对，因为真的战争的时候，你会遇到的不会是，就是红军。不会遇到一个没有无人机可以用的红军，你也不会遇到一个没有火力支援的红军，你也不会遇到一个没有武装直升机伴随飞行的两栖登陆部队。但有当然会有很多因素啦，就比如说这是一个演习，那我觉得，那、啊、你就派米171就好了，武直那个就省航空油料，你就没有，反正你载人过来这样，因为这是两栖。登陆部队的演习，那陆航配合一定是，这个72集团军里面的兵种旅，就是陆航旅的直升机飞过来支援的嘛。那可能就按那天大家协调的时候，五直你们就不用，我们只是要练垂直。可是你真正打仗的时候，你觉得171的旁边不会有五直跟着吗？不，这是不可能的事嘛，对不对？或者说，像老师前面讲的，炮阵地也不会要用人力去端嘛。对啊，你炮阵地在那个地方，你不会说一定得等到那个空降下来的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看到才把炮阵地端掉。这个在很远的地方你就被端掉。所以，当我们在看这样的演习的时候，回过头来，就是你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问我自己第一件事情是在哪里发生的？第二件事情，这在哪里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判断说，这个演习有没有什么针对性？如果这个演习是在某个沙漠里面，朱日河，你觉得我会理你吗？就是至少不会有在朱日河里面演练两栖登陆。那个我可能就连理都不想理你，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在练部队配合，那就没有什么特别要去注意的。但当他搬到海边去真的去练的时候，我觉得这就很针对性。就表示他们在补足一些未来可能会用到的东西，就不单纯只是在朱日河，只是去让部队跟部队之间的战斗能力增强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第一个我就想到的是，这是在什么地方？然后第二个想到的是，这个演习的目的是什么？哦，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是在那种一般的演训基地里面，它可能就是基础战力的增强，对对对对，它只是在锻炼。基础战力但是锻炼你熟悉武器装备使用的方式，到了闽南这边，然后找了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地形，对，它就是在让你熟悉将来实战的环境。然后这就回答第一个问题嘛。第二个问题就是，那这个演习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大概后来经过这么多资料，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它是为了要让地面登陆的两栖部队跟空中机降两栖部队之间的配合可以更谋合。那第三个问题就是，那这个演习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参考价值？那这个问题我就没办法在这边回答，这个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为什么？你很想讲一下，讲一下，讲一下。因为我们看到连我们的媒体都只注意那个伤亡三分之一，而不是你连真正完整的影片你都不去把它看完。啊，那你跟我说你的心得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在反登陆的一些现行的反登陆的一些想法跟思维上面一定要改，因为解放军往前改变的速度非常的快。你说机降的部分吗？对，机降，包含机降，还有他们作战概念跟作战模式，跟美军跟得很紧。怎么说？就比如说像机降，他们在灵活运用机降的这个部分，那就当你在遇到一个平面对，因为我们之前传统观念就是我在两边用炮封锁你，让你不无法上岸。他现在机降的，他现在已经开始让至少一个两栖陆战旅里面有一半的营具备机降的登陆能力的时候，他就不。他就你的地理地形就限制他的能力就没有那么大了，对，因为他可以降这边，他可以降这边，他可以降这边。
所以现在全世界最像美军打法的反而是解放军。对，我觉得就是解放军跟美军的登陆两栖登陆作战的方式还是跟得很紧。哇，老师看到这位。对，这是双龙兄。其实双龙兄，如果你有看我们节目的话，跟您这个问候一下。对，他这是72集团军的扮演蓝军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特别注意，蓝军就是在帽子上面贴一个国徽，这也很有幽默感。好啦，今天非常谢谢老师啊，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个门道啊，就是我们原本看这个报道的时候，其实都大家就看了标题，然后简单的看了一下简略的报道，甚至是不完整的整个演习的故事，然后就开始有很多的评论。但是看完这个，其实我也原来是这样子，就是这是人家练兵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反过头来，就是要我们要往回回想，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面对挫败，而且对外公开我们面对挫败？我们会不会现在有可能面对的挫败会不会已经到了不能公开的地步？之所以不能公开，是因为政治的关系。就军人本身，我觉得就知耻近乎勇嘛，你知道自己不足，然后努力去改变，这才是正道嘛。哦，老师的意思说，那不然我们就一直嘴硬到开战那一天，然后大家都你到最后就被你的敌人告诉你，那告诉你答案，这就很不好。我让我们自己告诉自己答案，不是很好吗？你难道要让你的敌人告诉你答案？这样子做不行的吗？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理解，就是说，而且大陆越来越，就是解放军越来越有自信的去公布自己不足的部分，这是他们要努力跟追求的东西。那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不要每次到了所有的演习，我们都是到最后险胜，重点不在险胜，重点在胜。你永远一直永远只有胜的国军，你怎么打胜仗？